82。82岁了，哎呦，那您身体真棒，82岁还能出来旅游呢，是吧？我蹦得不像累啊，结巴了，丫头女婿非要就累，我害怕走不动。对，那丫头和女婿孝顺呀，是吧？好，我的丫头女婿都是这样，都是特别棒的哈。您是新疆本地人，嗯，哦，真好。您都去过什么地方呀？我都去过广州，哦，北京、西安。哎呦，您这去过不少地方呢。嗯，都是孩子带你去的？都是爸爸带上。哎呦，您真幸福啊，是吧？您老家是哪里人？我老家陕西的。陕西哪里呀？榆林。哦，榆林啊，新疆绝对是个好地方。戈壁沙滩，你们看那个作家嘛，写的那个王洛宾。王洛宾知道呀，唱那个、写的那个歌《我们新疆好地方》，天山南北。是，新疆绝对是个好地方，青山绿水，底下宝贝挖不完。对，各种的矿。啊，真是好地方啊！王洛宾，您那个，您这一代人应该有印象，啊，有记忆。他写过很多关于新疆的歌。您说王洛宾咋了？在吐鲁番。啊，吐鲁番，对。吐鲁番，他不是住不在了吗？啊。他搞他这个那个啥，王洛宾艺术馆，搞他这个文化宫嘛。对对对。嗯。在现在他的山子管着呢。哦。对对对，大得很，我每年都到那去。哦，您都去葡萄沟？嗯，看一看哈。大啊、哦，是。吐鲁番也好，吐鲁番也好，就是没有怎么风景，没有怎么好。那是干旱，因为它干嘛。嗯。但那葡萄好呀，啊、成片的葡萄。我说新疆真美啊，真漂亮。您看这前面。自然美，你。对，自然美。也不用。人工也不用啥，这形成的那种美、啊、对，真好，新疆真好，画也画不了，写也写不了。是啊，您看这后面的山啊，刚跟着奶奶聊了一下、啊、真好，您这真孝顺。80多了啊，80多了，您带着到处逛、刚跟我说他去过上海、北京，都是您带去的。那个桂林啊，反正去过台湾。哎呀，你这台湾刚才没说。反正去过台湾、哦、新疆金黄大庄园，这是第二次来了、我们住在沙湾。哦，沙湾、不是沙湾哈、塔城啊，离石河子很近。我知道、真漂亮，新疆啊，新疆漂亮、哦、以前没有来新疆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新疆可能是比较荒漠的、但是它这就是路途比较远的，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啊，路途特别遥远。对对对，这一次来我发现新疆，哎呦，青山绿水。嗯，但就是新疆的景真的哈、是挺美的。伊犁现在主要出现疫情了，对，没有疫情，你们去更漂亮。对，景是不一样的景，不一样的啊，景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多少还是留了一点遗憾。嗯，还得来一次，就是还得来一次。